来自大角星信息，关于高频能量流的扩展。通灵玛丽莲·拉斐尔，亲爱的朋友们，我向大家表示热烈的欢迎。我们作为大角星人，向你们传达对世界人民的爱和希望的信息。对许多人来说，这个世界已经变得紧张又可怕的地方，随着高频能量流的扩大，它正在揭露和显现长期以来被个人和全球忽视或掩盖的密集能量。有些人觉得这些能量增强了他们的能力，他们选择采取行动，有些人感到被这些能量赋予了力量，并选择对他们采取行动，而不是让这些能量简单的流逝和清除。地球最近发生的太阳耀斑是高共振频率、高能量粒子、强大的能量波不断增加的表现。这些频率现在正从身体、情绪、心理和精神上融入每个人。现在每个人的精微体，简单来说，四体系统就是肉体、情绪体、以太星光体、心智体、精神体、灵性体都在整合。与此同时，这些高频率也让更多人睁开了眼睛，看到了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正确和正常分离的概念。你们中的许多人正在经历抑郁、焦虑、愤怒、悲伤和怀疑，这些情绪似乎无所不在或不知从何而来。你们可能会发现自己满怀憧憬地回顾过去，或者你们可能变得更加挑剔和消极。这些都是在清除过程中流动的旧能量。你们个人和集体正在清除将几个世纪以来的生活完全从分离意识中情绪、能量。这些情绪往往是生存所必须的，因此现在几乎每个人的意识中都牢固地确立了这些情绪是正常和真实的。不要将它们视为你们的情绪，不要声称它们是你的。消极性质的想法、感觉和情绪不是你个人的，从来都不是，也永远不可能是你个人的。因为你是个体化的神圣意识，所以真正属于你的唯一特质就是上帝的品质。和谐、快乐、生命、智慧、丰富、完整、平和等。永远不要否认可能出现的负面情绪，也不要假装一种你尚未达到的意识状态，它们并不存在，而只是让它们流过，同时认识到它们的本质。来自三维集体的建议。请记住，无论你相信什么，无论你认为什么是你个人的，你是谁，我生病了，我很穷，我很愚蠢，等等等等，都会变成你的。因为你是创造者，从你的意识状态里创造出来的。有的时候，你必须处理因生活在三维能量中所产生的问题。当你遇到某种问题时，不要有罪恶感，不要感到内疚或精神上的失败感。让直觉引导你采取任何可能合适的人类脚步。去看医生、求医、律师或专业人士，但首先一定要知道或了解真相。无所不在的神圣意识，上帝不能、不会、也从未创造或显现出除了自身的完整性之外的任何东西。在人类无知的一生中，二元性、分离和两种力量的创造物在地球的集体意识中不断累积、扩展和固化，而人类的思想正是从地球的集体意识中汲取的。随着扬升或提升过程的进行，这些古老的能量必须浮出水面并被清除。认清它们的表现形式，但不要赋予它们力量。各个层面的变革即将到来，变革或转变正在各个层面发生。做好准备，
时时牢记好的物质表象和坏的物质表象一样都是虚幻的。你将会看到许多普遍接受的信仰和实践传统开始瓦解或崩溃。坚持真理，经常进入内在，只是为了在合一之中安静的休息，倾听那寂静仍然微小的声音，实际上，那才是你真实自我的声音。由于上帝无限地表达了他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自我，所以静心冥想有点像是偷听上帝说话。他安静而自信地聆听内在的神圣意识地表达他自己。你可能会或可能不会总是有意识地意识到这一点。放弃或放下之前所有关于这种内在联系应该如何显现的概念，它可能是一种感觉或认知，也可能看起来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但要始终知道，每一个意念和行动都是为了与精神保持一致，因为如果神与你分离，你也就不会存在了。练习默默地、秘密地承认每个人的真实本性或神性，无论是你喜欢的人还是你不喜欢的人，那些陷入分离生活的人，以及那些试图在身体、情感、心理和精神上伤害他人的人。这并不意味着你一定要喜欢他们或他们的行为，而是意味着你能透过人的表象看清现实。即使那些充满爱心和仁慈的人本身也不是善良的，而是让他们内在的上帝品质流淌或流露出来。虚假的或错误的概念和信念必须先在物质上体现或发挥作用，才能被大多数人真正看见并超越。三维世界已经建立了一种共识意识，允许人们可以做任何他们认为必须做的事情，以获得快乐和满足，而不管这可能会如何影响他人。政府、一些有组织的宗教和自私自利的个人，继续把许多基于分离的普遍接受的信念当作真理来宣传。永远不要怀疑，神圣计划仍然存在，并且它正在使那些在地球这个不断进化的星球上很快就会过时的东西或事物的消亡。这些东西是由个人、组织、企业、宗教、政府和所有寻求凌驾于他人之上的人所支持的活动。千百年来，在许多的岁月里，这些东西一直束缚着人类，使得人类都处于束缚之中，对他们的真实自我一无所知。地球人从漫长的梦中醒来的时候到了。作为这个过程的一部分，许多事情即将发生，即将到来的许多事情将带来困惑、质疑和怀疑，但同时也将唤醒沉睡中的大多数人，使他们的意识达到地球上许久未见的水平。做一个旁观者或观察者，行星地球是一个纯净的高共振星球，由神圣思想中形成，不会被个人权力和贪婪所迷惑的人类自我所摧毁或消灭，即使看起来可能是这样。亲爱的朋友们，请坚持真理，成为你所成为的光，允许这个过程。我们是大角星人群体，来自大角星人群体的祝福。谢谢收听，感恩祝福。